天父，谢谢你无条件的爱，在耶稣基督显明你何等的爱我们，他是你的独生爱子，但是他为我们牺牲，叫我们得生命。高过一切高山，胜过一切深海，你的爱宽过一切海洋，是你的爱，是天父你的爱。高过一切高山，胜过一切深海，宽过一切海洋，是你的爱，在基督里显明你的爱，是你的爱，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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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早我要饱尝你的慈爱，高过，高过一切高山，胜过一切深海，宽过一切海洋，是你的爱。高过一切高山，胜过一切深海，宽过一切海洋，是你的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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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是你的爱。你爱充满我，再来，我深知你长阔高深的爱，天父，天父，我屈膝你座前，你爱充满我，我深知你长阔高深的爱，天父，天父，我屈膝你座前。你爱充满我，因为你是爱我的天父，我深知你掌握高深的爱，天父，天父，我屈膝你座前，你爱充满我更多，我深知你掌握高深的爱，我不求你的爱就临到我渴慕，是你的爱，耶稣，是你的爱，耶
乎我屈膝你桌前，你爱充满我，我深知你掌握高深的爱。天父，我屈膝你桌前，你爱充满我，我深知你掌握高深的爱，是你的爱，耶稣，是你的爱，耶稣。爱提升我，你爱提升我，我将永远，我将永远与你在一起。你认识我，你爱我。当我在破碎的尽头，在我还不认识你以前，你爱提升我，你的爱就为我预备。我将永远与你在一起，这是你的心意。当我在破碎的尽头。你爱提升我，我将永远与你在一起。当我在破碎的尽头，你爱提升我，我将永远与你在一起。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现在大大的激励我们，哦，是耶稣的爱，现在要来充满我们每一位，哦，耶稣，耶稣，耶稣，哦，你的名何等甜美，我要呼喊你的名，耶稣啊，耶稣我爱你，耶稣啊，耶稣我爱你，因为你先爱我了。哦，我要让你的爱更多的充满，哦，更多的充满，哦，充满我们每一位，哦，充满你的教会，哦，让神的儿女都知道自己是蒙爱的，哦，你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哦，在爱里面，软弱的都要成为刚强，哦，今天早上有新的爱正在涌流，嗯，神的儿女都在爱中兴起。
基督的教会都在爱里面成为刚强。天父，谢谢你，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哦，在爱里面蒙救赎的儿女，哦，都在天父的面前高兴欢喜。哦，我们的心充满感谢。哦，我们的灵里涌出赞美来。哦，赞美的泉源从我的灵里，从我的口中涌流出来。我们再次同声开口来祷告，同声开口来赞美，让赞美的泉源涌流出来，从我们的心里，从我们的口里涌流出来，都呈现给坐宝座的神和羔羊。哈利路亚。当受极大的赞美，神啊，而且我们是被爱感动，被爱激励，我们想要来赞美，我们喜欢来赞美，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尊贵颂赞爱戴感谢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得的，因为你是配得的。所以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神真美好，与神同在真是美好。我们不但要享受神的爱，我们要来领受神的话。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一到四节这么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神要使我们的喜乐充足，哈利路亚。所以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指的就是耶稣，指的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哦，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所以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可以让我们明白，完整的救恩一定包括信耶稣基督，然后就能够与神相交，并且要彼此相交，然后我们就能够喜乐充足。这就是完整的得救，信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就能够与神相交，然后我们也要彼此相交，然后我们就能够喜乐充足。我们都传福音，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一定是把我们亲身体验的这位耶稣介绍给别人。曾经有一次，有一位男士，一位福音朋友来到我们教会，然后聚会的最后，我就把耶稣介绍给他，我就把我亲身体验所认识的这位耶稣介绍给他，我就告诉他，哦，我25岁才信耶稣哦，我25岁之前我很不快乐，我一直在寻求真理，但是找不到答案。哦，有一天，哦，当我读圣经，我读福音书，哇，平安进到我的心里面，哇， 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安。哦，于是我也发现，哦，当我想要认识耶稣的时候，本来我的心里面是枯干的，但是，哎，这个时候我的心里面是暖烘烘的。哦，那叫做盼望，我里面开始有一种盼望生出来，于是我就觉得很奇妙，我就想要进一步的认识耶稣。我就是把我对耶稣的亲身体验就一样一样的跟他分享，然后讲到最后，我
我就跟他说，这就是我所认识的耶稣哦。其实你也可以跟我一样，今天哇，你就让耶稣成为你最好的朋友，你可以跟我一起祷告。所以最后他就跟我一起做了决志祷告。祷告完之后，我就问他说，这应该是第一次有人把耶稣介绍给你吧。结果他说，哦，不不，前不久我的同事也把耶稣介绍给我。然后接着他说，不过他跟耶稣不大熟，你跟耶稣比较熟。哈利路亚，哦，我们都要跟耶稣比较熟，因为是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亲身体验的这位耶稣。我们只要把这位耶稣介绍给人，人就会得着救恩，于是他就能够与神相交，然后也能够彼此相交。所以刚刚所读的这四节经文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字，就是相交。希腊文是 koinonia， 但是翻译成英文是 fellowship， 所以意思就是同享共有的生命，以及同享美好的事物。相交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基本真理，意思就是同享共有的生命，同享美好的事物，这是神儿女之间才有的事。相交跟社交不一样，社交是我们跟每一个人都可以有社交，但是相交却必须要有共同的生命。当神的儿女彼此分享最近从神领受的恩典，最近神带我们学习的功课，当神的儿女我们彼此哇，在灵里面我们互相扶持，我们彼此带导，哇，这个就是相交。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同享共有的生命，不但如此，我们也同享美好的事物。哇，这就多了，只要我认为是美好的，我认为是宝贵的，我就与你分享，你就与我分享。不论是属灵的事物，不论是生活上的食衣住行娱乐，只要是我觉得美好的，我都可以跟你分享。来来来，到我家来，凡是桌上所看见的食物你都可以享用哦，我家冰箱里面一切的东西你都可以享用。对，这就是相交哦。来来来，哇，等一下聚会结束以后，哦，我带你去一家餐厅，哦，那里有好吃的，绝对是你喜欢的，这也是相交。哇，来来来，哦，我看你最近好像身材发福了，哦，你需要运动，你需要减重，我知道有一种有氧运动，有氧拳击对你有帮助的，来来来，我们一起去，这也是相交哦。同享美好的事物，何等美好！这是神为他的儿女所定的互动的方式，这也是基督的教会里面的血液循环。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有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血液循环不良，我们可能就缺少养分，我们可能某那个部位我们就会麻木没有知觉，如果继续我们没有好的血液循环，甚至组织会坏死。是的，我们需要有好的血液循环，我们需要彼此相交，而且更宝贵的，牧师认为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交可以让我们领受神透过彼此相交要给我们的恩典与祝福。牧师信主越久，我越确知一件事，有很多神早就预定要给人的恩典和祝福，是我们单单与神相交不能够领受的。不论是智慧，不论是启示，不论是见识，不论是恩赐，不论是恩高，不论是在服事上的那份产业，我们所能够直接从神领受的有限。但是当我们与其他的神的儿女彼此相交，哇，我就可以被他的那种爱神的心智感染，哦，我就可以被他那种成熟的眼界、宽阔的眼界所感染。哇，我也可以领受他领受的那份恩赐，我也可以领受他在服事上的那份恩高。这可能是我在服事10年、20年、30年我都没有办法直接从神领受的，但是神透过我们彼此相交就让我也领受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相交吧。
而这段经文接下去的五到七节这么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是告诉我们，若是心中有黑暗，相交的品质与深度必受影响；若是行在光中，就能享受真实相交的喜乐。神就是光，这当然是指到神是全然圣洁、全然公义。同时神就是光，意思也是神是全然透明、全然真实、全然敞开，没有丝毫的隐藏，没有丝毫的虚假。如果我们彼此相交的时候，我们也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有罪，以至于我们戴着一个假面具，我们让人看见的不是真实的我，那相交一定会受影响，因为我们不是行在光中，因为我们不是全然真实透明敞开，以至于我们很难有真实的相交。因此让我们不但知道彼此相交的重要，让我们也下定决心，我们要脱离黑暗，我们要行在光中，好让我们都能够彼此相交。我们就来祷告，让我们一起同心开口来祷告。神的儿女都与神彼此相交，哦，相交首先强调的是我们信耶稣以后就与神彼此相交，于是我们对耶稣就有第一手的亲身体验，于是我们就能够把耶稣介绍给人。神啊，谢谢你，神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与你相交。神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彼此相交。哦，因为我们与你相交，哦，你就是我们能够彼此相交。哦，因为我们与你相交，哦，你就是我们对你有亲身体验，你就能够把耶稣介绍给人。神啊，谢谢你，神啊，谢谢你。天父，我们谢谢你，今早上你再来鼓励我们。哦，你的话语说，我们是你的儿女。哦，我们既属乎你，你就爱我们，并且爱我们到底。因此，今早上圣灵再来帮助我们每一位，都渴慕与神相交。哦，就是与神分享美好的生命。哦，是的，神啊，你乐意将你的丰盛，将你的荣耀赏赐给我们。你乐意与我们相交。因此，今早上帮助每一位属你的儿女。儿女都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迫切的渴望与你有关系，我们迫切的渴望与你分享我们的生命。哦，因为早晨起来你为我们预备丰盛的宴席，中午你为我们加力量，夜晚你使我们安歇，你是看顾我们的神，你渴望与我们相交，我们也渴望与你相交。是的，亲爱的天父，因此为着主啊，你为我们量在我们身旁的所有的人，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因为我们相信借着我们与你相交，也与他们相交的时候，主你必带下祝福来，主你必带下许多的扩张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也为着他们，主啊，在他们身上的一切的珍宝跟神你所要借着他们来祝福我们的生命，向你大大的请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与你相交，也与人真实的相交的时候，神你就更多把你的爱，把你的恩膏，把你的恩赐，把你的启示，借着我们彼此真实的相交的时候释放开来。主，让教会得着荣耀，主，让你的肢体得着荣耀。主，我们赞美你，也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借着这样的关系，让人遇见神。主，让人遇见这位丰富的主。主，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更清楚地知道，完整的得救不但是信耶稣基督，然后就与神相交，并且彼此相交，于是就喜乐充足。因此我们再来祷告，就是神的儿女不但带人信主，更带人进入真实的团契。我们不只是要让他信耶稣，让他得着救恩，我们更要把他带进这种真实彼此相交的关系里。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吧。主啊，你要我们彼此相爱，你要我们生命是彼此共享的，能不能够共享这个好有你的平安的社会，还有我们生命的美好的事故。主啊，你是激动的心，你要我们在冷漠，要不在看着
我们的世界，让我们激发彼此的爱情，建立信赖，我们彼此聚会，因为你让我们彼此团契，我们所有的不是孩子人族的中间的关系，而人间的关系也是围绕的主啊，让我们看重人族的关系，也让我们在这当中得到安慰和劝勉。谢谢你，谢谢我们自己，主我感谢你，主我感谢你，因为你亲自告诉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你就常与我们同在。主，你还说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你必常与我们同在。因此，主，让我们来回应你，让我们来回应你。哦，主，你要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要说，我们要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哦，我们要与我们的肢体一同在你的爱中相交。主，我们是光，在里面全无黑暗，因此光要与光相合，光要与光相合。哦，来领受你的祝福，我们不只给出去，哦，我们也要收进来。主，我们不只为人祝福，哦，我们要领受祝福。主啊，在你的爱里面，哦，主啊，愿所有教会，愿所有弟兄姐妹都在你的爱中彼此相交。我们真的是领受，我们真是领受从你而来的祝福。我们要分享那个美好的事物，我们要分享共有的生命。主啊，你是那个爱，主，你是那个光，你浇灌我们，浇灌我们众弟兄姐妹，好叫我们在你的爱中彼此相交。主，我们感谢你。阿门。今天早上我们学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相交，同享共有的生命，同享美好的事物。我们不但带人信主，我们 要把他带进彼此与神相交并且彼此相交的关系。感谢神赐给教会有许多的创意，我们透过那种职场的教会，我们透过那种好像虚拟的教会，透过网络的连结，我们让更多的人能够信耶稣。而接下来求神给我们创意，能够带领这些相信耶稣的人都能够彼此相交，哦，得着完整的救恩，哦，能够有完整的得救，不但信耶稣，而且能够与神相交，也能够彼此相交。因此阿爸天父，谢谢你，哦，你已经让更多的人得救，你已经让越来越多的人得救，你正让教会领受传福音的创意，哦，你让教会能够更灵活的，哦，透过，哦，许多的方式，哦，甚至是透过网络，哦，甚至是透过那种行动式的教会，哦，让更多的人能够得着救恩。现在天父，求你也赐下创意，让我们知道接下来要怎么样把这些得救的人也带进真实的相交里面。求你垂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是你的爱，耶稣，是你的爱，耶稣。